临乾坤之气，兵强刃之力，斗勇猛之困，者万物之灵。宇文师兄，宇文师兄，师兄在房内忙什么呢？我还以为师兄不在呢。啊，我方才正在思考玉器的创诀，一时忘了其他。啊，思考创诀，是想什么好事呢？师弟莫取笑。哎，师兄本就天赋异禀，还这般努力，难怪各位尊长一直对你青眼有加。不过是用了些心思罢了，说论天资，却不及。哎，师兄说的是你那位传言中的大师兄？我听过他，据说那是真正的天赋异禀，什么招式心法从不用掌门师伯教两遍，好像还是武学世家出来的。师弟慎言，大师兄的事不是我们能议论的。啊，是是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我走了，方才的话师兄千万帮我保密啊。啊，对了，师兄，掌门师伯唤你去太极殿。可知师父有什么吩咐吗？掌门师伯没提呢，不过只换了你一人去。好，不说了，师父去传唤，我收拾下就去找师父。师父，师父唤弟子来不知有何吩咐啊？金哲，你可知南诏望月族？略有耳闻，据说这一族以守护大地为使命。不错，望月族一向与我昆仑交好。是师父，不知这位姑娘是什么模样？可并无信物，但望月族巫女都是。弟子这便下山。宇文师兄，二位师弟不必多礼。师兄这是要去哪里啊？奉师父之命下山接一位客人。哪里的贵客这么大架子，还要劳动宇文师兄亲自来接？别这么说，是南诏望月族大祭司的弟子远道而来拜见师父。望月族就是南边那个行巫蛊之术的巫蛊。这你听说望月族术法只传女人，那些女弟子啊，切，美若天仙，说的好像你见过一样。我懒得跟你说，宇文师兄，没准掌门师伯让你见的真是个仙女。莫要这么说，巫蛊只是术，并非异物。况且啊，我说错了。师命在身，我这就下山去了。宇文师兄慢走。
这几位美女的好事都让大师兄做喽。小声些，谁叫咱们天分不如。平常大伙儿都在，也不知那姑娘这会儿可上山了，先去东边看看。昆仑山怎么这么冷呀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。咦，从这儿看下去倒是挺壮观的。谁？那边似乎，过去看看吧。姑娘。敢问姑娘为何在此？小哥哥，你这一见，在下宇文惊蛰，师从。这名字可真有意思，原来你是。正是，姑娘可是望月族来使。唉，师父说昆仑门下多俊才，你说。啊，这是在下疏忽了，请姑。对了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你才想起来问呀？那辛苦你来接我了，本姑娘。啊，芒子姑娘客气了。请走吧走吧，希望你们昆仑派里能暖和些。
江师弟，什么事这么慌张？宇文师兄，可算找到你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玉寒宫那边发了求援信号。这是望月族的盲子姑娘前来。哎呀，这可来的不是时候，门中正乱着呢。不用管我的，去忙你们的事就好了。既然门中出事，我也应该帮忙。太阳真人派给你的活，怎么能随便推给别人？我跟你来者是客，怎好带你涉险？姑娘，你小看谁呢？本姑娘已经是正式的巫女了。宇文师兄，我看盲子姑娘机灵过人，不如也一起。那好吧，我们这就去玉寒宫看看。